福興鄉福寶社區一直以來對社區的營造都非常的用心，目前是申請經費把社區內底廢棄工廠的外觀進行彩繪，把地方的特色和產業畫起來，推廣和行銷地方。原本廢棄的工廠在咧經過彩繪了後，是讓環境變甲真無共款。為著要推廣在地特色，行銷地方產業，並且提供予在地居民舒适的生活環境，福寶社區是申請經費來進行圍牆彩繪。目前咱所看即幅圖，就是咱地方產業所用的經費來畫即幅圖。啊，畫即幅圖中，當然伫福寶咱遮上大的产业就是冷牛嘛，啊，所以我就想讲，啊，倒不如来画一幅冷牛的彩绘，来带交予咱的游客来欣赏。因为目前咱牛羊彩绘村伫咱全国嘛，小可有一个知名度，啊，所以我讲，倒不如利用这机会来增加一挂图画图的图画来，予游客来加一个欣赏的所在。经过彩绘了后，规个环境是变甲真无共款，毋但游客而乐，附近的居民嘛拢非常的喜欢。原本咱徛这所在遮厝是一个废弃的仓库，因为伊这仓库啊，拢可能年久失修，就像拢无壁面拢较无清气啊。因为咱透过这计划来甲做做了，不但受足侪游客喜爱。嘛讲更加受咱村民的欢喜，讲啊，咱因为这幅图，搁甲游客重新搁引入来咱福宝，搁另外创造咱另外一铺的高峰，所以村民是非常的欢喜，啊嘛感谢咱相关单位会当对阮福宝提供这经费，予阮来做阮的产业来画图安尼。村长黄耀辉讲。目前社区阁有几来景点正咧规划佮建设当中，未来希望予阁较侪人知影莲雾的故乡福宝，并且吸引阁较侪游客来遮佚佗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复兴采访报道。